板和严老板的太空旅行途中，李老板接到顾客的电话，匆忙返回地球啦，而只剩下严老板一人继续着太空之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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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继母已经回去了。啊，我的第一站月球应该快要到了，逛逛月亮，如果能偶遇嫦娥的话，那就完美了。啦啦啦啦，烟卓老板真让人生气，去太空旅行也不带我。嗯，等下次机会了。嗯，今天下雨也没预约，让我也来按摩一下，放松放松。哎呀，也该轮到我了。真舒服。嫦娥以前的兔子，你犯了天规被处罚了，你被降级了，很多记忆改变了。不过作为你的好友，我一定来提醒你一下，兔子你太偷懒了，快去买夜宵。哦，我是嫦娥的小清新兔子，我要去帮嫦娥买夜宵了。哎呀，耽误了好多时间了，刚才睡觉。